青年名义比生命重要，个人去留微不足道。我相信历史会还我公道，书法会还我清白。不过我不是恋战逐位，不必等到三审定谳，只要书法在一审判决贪污有罪，我立即下台一鞠躬。卡叔，因为你以前来讲过，讲一审判有罪，我也是落台。今嘛你要搁一审有罪落台吗？妈，这就是为什么为人讲哈？嗯。啊，既然法院是这款的，哎，法官是这款的，是。哪呢？免得相信，你如果相信伊，嗯，咱今仔日咱来做，对不对？是。这款的宣誓，嗯嗯，哦，这款的决心，是。哦，这是有理的嘛，应该嘛。嗯嗯。但当初佮讲司法。是安尼的时阵，只问颜色，不问是非。是。那么，感觉讲有需要去啊尊重无？嗯。